继续过来吃凉粉儿。再来一份鱼子米沙饼，这种大烤包子就得要配上我看它里面的肉，就得要配上这种凉粉。我这次不是那种切块的，是这种刮出来的凉粉，他们这样刮出来也好吃。以前说实话我们不怎么吃这样刮的，太软了，倒嘴里就化。比较适合没有牙的吃。对，大口肉吃了，大口咬。还有凉皮儿。再来吃这个凉皮里面的那种黄瓜丝儿，跟啥呀？果冻一样的。好软，喝不上奶的味道。我裤子已经喝满汤汁汁了，每次穿一套衣服出来回一套衣服。完了，饭都倒掉了。